那也是舞蹈员出身，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有活力的这位歌手，一起来欣赏 Peggy 小姐为您呈现一系列的精彩的歌唱节目时间。那晚间第一首歌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Peggy 带来这首歌曲。其实我也不懂她唱什么歌啦，其实老师还没有放出来，你看不到啊？对，没有错。OK， 来什么歌？来，曾经心痛啊，曾经心痛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刚刚痛过一阵子了啊，不用紧啦，你遇到我就不会痛了。来，曾经心痛送给我的朋友，会唱的一起来，我会放过他的今天。只要曾经拥有，我是真的没什么事。Good evening.